说话的时候非常有同理心，处处都会照顾他人的感受。今天工作中可能需要自己去主动争取一些权益和公平的待遇，可能做起来压力会比较大。月亮进入巨蟹座，强调照顾和滋养，但也可能极为敏感。月亮和火星及南北交的四分与海王的三分，可能会在关系中强调以迂回的方式进行互动，对于那些因关系的不对等而产生的冲突会有很大的压力，对自我的追求因为不理解而产生压力，对梦想则抱有一种侥幸的心理。Akşam seminerimizi canlı olarak mobil uygulamamız üzerinden yapıyoruz.